跟老婆去医院拿昨天的体检报告，很多人叫我把我老婆拍出来，不是我不想拍啊，是我老婆不愿意拍，好不好？嗯。很多人想看你，叫我把你拍出来，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拍还是不拍？那就把你拍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了。嗯，开这种路呢，一定要把音响调大一点，因为这样子等一下卡到底盘了，或者卡到哪里了，自己都听不到。我老婆账号确实是发了我们两个，但是她那个是有美颜的，我这个是原相机。老婆，转过来看一看。恭喜我要当爸爸了，大家都猜得很准，我老婆有了，不是男孩就是女孩。这个就是我老婆的 B 超单，看着这个图像好像有个人躺在这里一样。今天要在医院建档了，听说建完档之后呢，在医院里面产检有很多项目可以免费的。走了。搞定了吗？搞定了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。老婆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回娘家，司机。看到了吗？看到。你不要骗人哦。大家有吃过这么大的育苗吗？好甜哦，好甜好哦。你以前没吃过吗？没吃过。没吃过，你敢做给我吃？可以吗？万一好好吃。啊！这是酒吗？这个育苗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哦，会喉咙痒的。